演艺圈有不少女星嫁入豪门后可说是母凭子贵，不管生男生女，许多女星的夫家都会因为感激在心头而给出奖励。先前 Angelababy 生下小海绵后，就传出黄晓明买下香港豪宅给老婆，不过最让人惊艳的恐怕是嫁给许晋亨的李嘉欣。据悉当时夫家给了1亿港币当奖金，除此之外还有价值200万港币的钻戒等大礼，总价恐怕高达2亿港币。为此网友们为此评论表示，哇塞，豪门就是不一样哇。